相较平常的点点点心是比较不容易的。那我知道奶妈协会他们很用心在教育小朋友去制作烘焙手工饼干，哎，做得非常好吃，哎，所以可以借着这个爱心的公益活动呢，能够把他们制作的手工点心呢，能够再转送到一个品质比较优雅的偏向弱势家庭当中。哦，我觉得让他们感受到，哎，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美味，然后也是也传递到一个爱呢，在另外这个社会的一个比较不被看见的一个角落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活动。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能够抛砖引玉，能够让更多人来响应，让更多人来购买奶妈协会的这么用心做这个饼干。然后有时候在我们年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也可以去送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棒，可以一起做公益。谢谢会长。